有我在，急如律令。凉快凉快凉。要看六加五是吧？丢包为啥不见老杨？因为我刚出的，刚抽出来的。才多久就玩腻了？我一二三次都玩了，所以腻了。私藏不达标，够工资。几元配对是什么？几元配对啊？就我这个啊。 不过一号位可以换奶呀、啊，我没奶了。抽卡录屏了吗？录啦！我去，这七万。他们弹幕像逗猴子一样，逗妈捞一样。奶奶的，他们就是想逗我，我操了！为什么不带白龙？你看在逗我呢，奶奶的。身兼几命的，零加一的没有命中的，没命中。 没命中，没命中。对哦，艾斯达，艾斯达有没有抽啊？抽到那个。凉快凉快。哎呦，神君哪去了？会是谁呢？一心同归。读到你喝口水可以不？ 好，这是零加一的，展示一波零加一的伤害，好吧。这是零加一打混沌之庭，啊，哦不对，混沌回忆第二层的啊，效果演示。OK， 结束战斗了啊。 然后我们去把这个六加五点上。OK， 这个是警员的面板，2858151，然后光锥，光锥是一的啊。星际是普攻没有点，其他基本点完了。中间两件套没凑好，中间两件套本来要停转的萨尔索，但是我没刷出来，好吧。哦，现在把六加五点上。 噔噔噔噔，哎，哦，他是拐弯的呀。嗯，噔噔，好，六加五点上了啊。好，我们去打第三层啊。不演示中间魂啊，中间魂因为提升不大呀，啊，中间魂因为提升不大，所以就不演示了。 我去，我忘记叠 buff 了。六加五，紧张还要打弱点吗？一对折不用白露，没有白露啊！我真的不展示下零加一吗？奶奶的，我发视频，你别提。我发视频，刚刚不是展示了？啥时候展示零加一？刚刚不是展示了吗？我发视频好吧，我发视频好吧，我。 对不起，讲脏话了。<咳>想看林加一怎么？再说就爆了，再说就爆了，再说我直接拿煤气罐给你爆了。好，现在是警员这一半边啊，先充点能量，然后神君，然后直接啾，啊，自动啊，全程自动。哒哒哒哒。 看看六加五什么伤害啊？斩射，撞四万八大招，大招四万八，神君，神君九层，左上角也得看，撞13万，撞撞，战绩18000。为什么不先打下吧？撞撞。 干死了！我不打他，他就不会打我吗？撞！我去！好！会是谁呢？咚咚咚咚咚！斩无赦！无赦！冰雪铸成此阵，永不终结。
平云，神君八成，咣，提万，哇，血条没有了，他直接没有这个雷属性弱点的，他血条就没了。好，这就是，这是这个六加五的伤害啊，六加五的伤害。OK， 再看一下面板，面板因为叠影上去了，它这个就变成了175，爆伤就变成175，叠影上去了嘛，叠影这里加了嘛，加吧。好，演示完毕。